好，我是真邓紫棋，今年是我出道十周年，我跟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微公益跟星光公益联盟联合发起了紫棋十年心愿接力主题公益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希望能够帮助全国范围内贫困地区小学的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在成长道路上呢也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爱。详情请去这一个 QR code 里面了解。我们的捐款目标呢是达到人民币10万元，达到筹款目标之后呢，最给力的一位捐款者，我将会邀请他来到我下个月的出道十周年歌迷庆祝会活动，还会为他颁发心愿使者证书，希望大家踊跃参与。